最强综艺秀啊，因为呢过去 Number One 呢已经举办很久了，那呢很多粉丝觉得为什么这么好的节目要停播呢？其实不是停播，因为呢我们选手已经都到了变身期了，要保护他们了。那至于没有变身的，我们在这个新的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邀请他们回来。而且我们在疫情有两年了，这海选事实上是会碰到一些困难。为了精益求精啊，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转型，希望大家多多的能继续支持一下。最强综艺秀当然包罗万象，每一集的这个声势都非常浩大。一般呢、啊，这一集制作要花三天三夜的去录制啊，跟过去的录影方式不一样，每一段都是精华中的精华。我内容也不便多说，但是各位看一个综艺秀，一定要欣赏最强综艺秀。哎，都不错啊。对，李佩以前跟我金头脑嘛，赖慧茹跟着我大几何也这么多年，而且十四岁开始，他就在《明日之音》，我们就一起有相处了嘛。因为我跟慧茹其实，在休息室的时候有聊，我们为了这个节目《最强综艺秀》，其实我们都有去练了各自的形态。然后，其实我现在整个脚不方便拉起来，因为都该逼的部分，就是通通都是淤青，也不好看，哎，不好看，因为这个很残忍的哈。这个凹陷也会破皮破皮。对。但是为了节目，我觉得这个贡献是 OK 的，是是是，因为本节目会有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达人，是，所以我们其实艺人会出来跟达人好好的来学习一下。你看今天看我跟张文琪穿成这样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有没有 PK 胸啊？对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内容实在是设计的非常好。对，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的支持，哎，万哥一。要倒奶。我被受骗了，一鞠躬我们就变夫妻了，不好。差一点点哦。有很多舍不得，我也解释的，舍不得那小孩子变身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硬让他唱啊。哎，对，都来了。对，尚杰，尚杰，又选尚杰哈。还有于荣，这个声音还没卡到的哈。像杨博士卡到的就没办法。很多这个年轻歌手，我们也陆陆续续会请他来。而且要兼顾学业，这几个都学霸，厉害。最近为了这个节目，还真没有时间关心他。为这个节目，我真的很头痛啊，所以也花了很多心思在。大概我做个三四集就要请辞了。我是受不了。开玩笑啊，光哥开玩笑。他很亲力亲为啊，真的。哎，没有，我已经为了这个节目已经是痛，我吸饼啊，我懂。你还没有看过安安的？还没有，他有跟我讨论过，但我有给他建议啊。你说那个节目了，我是说他吴昕有去录他的节目。这个以及我问了多少，他不会骗我。他以前有女朋友都会带回来，为了这个事我也被媒体骗得很惨。哎，我就问他是不是，他说没有啊，就是没有。他有也不会隐瞒我，他不可能隐瞒我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吴昕提的。哦，哎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这。谢谢，我连安安都没见过，我见过谁？礼拜六晚上8点，8月27号起，请收看《最强综艺秀》。